那相信呢、这样的法会啊，对于这个护世息灾化解这一方乃至于世界的这个业力啊，一定有莫大的功德莫大的力量。那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呢，在去年7月26号圆寂，而师长呢他的法身舍利常住，他的教诲啊随时都陪伴着我们，包含他老人家这个救世的理念，我们也应该以师智为己智啊，继续努力下去。就像师长跟我们都有提过，就像跑步啊，这个接力棒啊，交下来了，我们弟子们要勇于承担，把这一棒接下来，因为师长呢，他有高度的智慧啊，可以化解这个世间的灾难。我们弟子能以师智为己智啊，那他老人家的智慧就能更好的造福这个世间。就像老人家提倡三十系念法会已经30多年了，这个是名扬两利呀、我们在场的所有参与的人员，随着我们主法和尚他所开示的中峰禅师的这些教诲我们能随文入观呢，所有与会的人都能善根增长，而且能够聚集几千人一起做三十系念法会，那这个超见的力量非常非常大。所谓万法因缘所生呢，缘分呢要具备，缘是条件呢，要能理请到我们上悟下行法师还有我们那么多乐众法师来成就这个因缘，包含这个因缘我们光是义工菩萨就有1500多人，还我们是16个净宗的团体一起来合办，所以能遇到这样的缘分呢，我们要非常的珍惜，而珍惜呀，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在法会当中虔诚的念佛，在法会当中非常恭敬来做三十系念的法事，那这个几千年至诚的心产生的诵经念佛做法事的功德那决定
可以超见祖先，而且啊也可以啊护世息灾，化解灾难，这个是我们呢坚信不疑的。师长他老人家最后一次出国啊是来到马来西亚，而且老人家80岁之后几乎每一年呢都会到马来西亚来，大修行人的时间呢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师长会频频来到马来西亚弘法？当然我们马来西亚的弟子们老和尚来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我们也要体会为什么老人家时间有限会这么常常来到马来西亚。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教啊办得非常好，老人家都有提到身为炎黄子孙呢就是这一生呢有使命啊来救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手上啊有老祖宗5000年人生的智慧理念方法，这个世界啊有诸多问题啊，师长常常提到我们是地球人啊，所以我们要为整个地球啊来设想，而现在地球上的诸多问题我们有5000年呢儒释道的智慧都能够解决，所以师长有启勉我们呢要把汉学啊弘扬到全世界去，而且啊要从小培养孩子，这个人才啊一定要从小来培养，而我们马来西亚很重视啊家庭伦理，包含我们马来西亚的女众啊很愿意呢做家庭主妇全身心啊来照顾家庭孝顺老人呢然后教育好下一代相夫教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传统啊。印光祖师说的天下之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所以汉学的弘扬啊相信啊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呢会很尽心尽力，1300多所华小都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所有的华人同心协力啊成就的因缘，包含还有60几所独宗，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中华文化教育的系统。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我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觉得平常，事实上承德走过欧美一些地区
那么多地区要找到一所华小都不容易。假如这一方的华人没有华小，他要承传老祖宗五千年的文化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这一方这个华教的红传呢非常稀有。所以英国汉学院董事们商量因为在英国汉学院办学只能用英文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师长他在英国汉学院有办学，包含在台湾成功大学也跟中文系有合作，在他们的硕士博士底下设了汉学组，培养硕士博士生。但是我们很多学子都是大陆为主，他们要到台湾不是那么方便。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马来西亚依师长的理念来办汉学组，那这样华教从小学一直可以连到大学研究所博士。所以这一段时间呢陈德留在马来西亚的时间比较多，这个也是英国汉学院派的任务。这是从华教。再来呢，我们马来西亚的晋中学会数量很多。师长老人家在讲经的时候只要提到马来西亚的晋中我观察呢，老人家都笑得挺开心的。而在大集经当中有提到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我们已经进入末法一万年当中呢第二个一千年了，末法只剩下不到九千年了。那靠什么才能了脱生死呢？异义人修行这个数字很大了，罕一个得到了唯一念佛可以了脱生死了。所以晋宗是当生成就的法门那老人家一生专弘晋宗尤其他老人家85岁以后专讲黄念祖老居士的大经科注一年讲1200个小时总共讲了4次圆满第5次没有圆满那我们能体会他老人家专弘净土就是为了众生都能当生成就如无量寿经上说的当来一切寒灵皆因此法而得度脱陈德也常常跟同修们共勉我们这一生遇到师父上人把净土宗给我们讲得这么透彻这个万修万人去的法门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
那代表啊，我们跟他老人家这个师生缘，是我们当生成就的因缘呢，成熟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啊，依他老人家教诲去做，让世间的人看到，依老人家教诲去做的，都能顺利啊，往生极乐世界。好，那大家对他老人家的教法，就会升起啊坚定的信心。而这个密宗啊，有讲三种根本。第一种呢，本尊是成就的根本。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就成阿弥陀佛。第二呢，是事业的根本。护法是事业的根本。就像我们成就这一场法会，那有很多会长领导人，包含1500多个义工，大家同心协力啊，才成就这个法事。所以护法是成就的这个事业的根本。所以我们要常念呢护法的恩德。就是像师父上人给我们表演的，他特别尊重啊韩英馆长，那就是教育我们所有的弟子啊，要尊重护法。老人家讲经也讲到，护法功德大过弘法，因为弘法难度啊比护法更高啊，他面对的境缘呢更复杂。第三呢是加持的根本。上师啊是加持的根本。那我们依止师父上人，他就是我们的和尚，所以他是我们加持的根本呢。我们时时不忘他的教诲，他老人家就时时啊在加持我们。那师父上人呢，在2017年6月9号，在英国伦敦，有一段开示，就是针对啊30细念的开示。我们跟随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来了解中风30细念法事它的含义、它的内容、原理。我们对这个法事越了解，那我们在参与法事的过程呢，我们的信心很坚定，我们的心呢非常虔诚，那这样得到的加持感应啊，就更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了解为什么要举办30细念。因为啊这一本法事呢，它事理圆融，气理气机。我们如果啊把它当作一般精忏佛事来做，有口无心的话呢，那就很可惜了。师长提到啊，我们应当把它当客诵来做，很恭敬的心呢，来受持。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呢了解一下30细念法事的内容，真正明白之后再照着仪轨去做，
在仪式里面呢，我们可以随文入观，就能收到很好的益处。好，所以我们多了解法事的内容，我们在诵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开示的时候，我们随文入观呢，得到的加持力啊就更强了。首先我们了解中风三十系念法事的含义。中风呢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他是中国禅宗啊一代大德，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他大力弘扬禅宗，所以当时候呢，上至王公大臣，下到百姓呢，无不受他的教化。后来元朝的皇帝呀，还特别封他为国师。他汇集的这一本《系念法事》，他是以禅宗的大德啊来弘扬净土，所以这一个意义啊就很深了。在这一个法本当中啊，他处处显示净土与禅宗啊是同等高深的境界。他是禅宗的高僧呢，以他的身份来弘扬净土啊，那就表了不能轻视净土啊，是同等高深的境界。尤其《大集经》有说到，若能但念阿弥陀啊，是即是名无上深妙禅。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是无上深妙禅哦。所以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哦。我们看到大集经这一句话，我们要对这一句万德洪明有信心哦。而且啊，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的层面来说，净土啊甚至已比禅宗更加殊胜。禅宗啊是接上上根人啊，净土宗呢三根普披啊，上到文殊普贤等觉菩萨，下到将要堕地狱的众生，就像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的张善和，他地狱相已经现前了，但是他刚好遇到有法师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念的十声呢，他就本来要堕地狱的，就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黄念祖老居士也举到近代的例子啊，有一个中医师，他的弟弟，从小啊养尊处优啊，染上很多习气，骄奢淫逸啊，结果，他的母亲去世了。有看到啊，这个中医的哥哥，用净土宗的方式啊，送自己的母亲，结果这个弟弟啊，很年轻就生重病了，结果啊，也是地狱相啊现前了，他赶紧找他的哥哥来啊，那他哥哥就劝他念佛，结果他也是啊。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师长有提过啊，他曾经思维过
佛是万德万能啊。那这个万德万能表现在哪呢？能不能将一个要堕地狱的人让他成佛呢？这师长有去思维过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力量可以做到，尤其四十八愿的核心第十八愿十念必生愿就能达到了。所以净土度脱的众生是普披，这个比禅宗殊胜，而且呢它稳当容易，这个念阿弥陀佛谁肯念谁都能念啊，而且很稳当，万修万人去，但是禅宗呢这个有名延寿禅师有提到四料简，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因境若现前，就是临终的境界现前呢，可能撇耳随他去，可能又去投胎了。我们历史当中有公案的，五祖戒禅师，那修行也是很高的但是他没有了脱生死啊，下一辈子做了苏东坡了。所以这个禅宗啊，没有这么稳当。这个都是祖师们在提醒我们珍惜净土法门的殊胜。那中风三十这个三十法事中分三十，这个是狭义的意思师长进一步广义的含义给我们开解了因为古印度分六十，一天有六十昼白昼白天三十，夜晚三十，所以昼三十夜三十所以这个三十呢延伸的意思就是昼夜不断从朝至暮都要老实念佛那细念这个念字属于中国的会意字我们看这个字呢，金心也就是现在心里头有的正在心上的就是念那细念呢就是现在当下心系一处念念不舍叫细念那师长提到普通的凡人与圣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在念头古德有说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圣人的心念可以随心所欲细念专注在任何一件事物上凡夫的念头是散乱的不集中的所以不容易发挥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做三十细念法事正是在训练自己对念头的控制能力也就是现在学者所重视的注意力
集中能力。所以我们做完法事啊，还要继续啊训练自己的专注力、定力。不能做完法事了就退回去了。做法事是个缘啊，师长在这里的开解啊，就是让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定力了。师长引了《一教经》，佛的《一教经》说到了：“心者啊，自知一处，无事不办。”就是我们的心可以专注在一处啊，那就没有事不能做成了。因为心专注在一个地方啊，这就是定。那心的力量啊，起的效果就不可思议了。因为人心专注了，就一心，一心能生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所以一心啊，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也可以少分可以感受到，当我们很专注的时候啊，去处理事情啊，觉得比较啊清楚，得心应手。假如我们这段时间心很散乱啊，处理事情啊可能会荒腔走板。其实佛法的道理啊，我们都能够在自己人生当中啊，或者在境缘当中啊，都能够去感受得到。所以心集中在一处啊，就是佛法里所说的禅定定力。一切修行的法门的枢纽纲要啊，都是在定力啊。整个佛法归纳到最后啊，就是戒定慧三大类。而这三大类当中啊，定是枢纽，枢纽就是关键的。因戒才能得定，因定啊才能发自性本有的智慧出来。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修定了，才能开慧。夏莲居老居士提到啊，以不忘正念为禅定。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正念相续，这个定力啊，就越来越提升了。包含我们不是念佛的时候啊才修定力的，应该是一切时一切处啊都要修定力。那我们在处理事，只要我们心中有佛法，我们做什么事啊，依照师父教导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去做事，心中有佛法，我们正念保持住了，我们是用佛法来思维，我的正念没有失去，那我在工作当中啊，也在修定力啊。假如我们一做事了，哇，随顺烦恼习气呀，那就烦恼做主了，没有办法修习禅定了。所以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呀。我们不能忘失正念。尤其我们修净土，要
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都是积功累德的机会啊。我们假如在工作当中没有用佛法，那工作就变成轮回星造轮回业了。所以我们这个一心呢，不只用在念佛，还要用在啊做事上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语提到啊，念佛处事都要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第一念就是一心呐，第二念可能就用了分别执着随顺烦恼了。其实这一段法语啊，它就包含一切时一切处了。我们有事情在处理了，师长说啊，我们要专心真心去处理事，事情处理完了呢，佛号赶快提起来。三十七念提醒我们，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我们平常没事一不念佛，可能就打妄想了，所以一不处理事了，佛号赶快提起来。所以要拿着佛珠啊，拿着计数器啊，因为拿着呢，有这个碰触的感觉啊，会提醒自己。假如没有这个提醒啊，很可能妄念相续的时候啊，自己都没有察觉了。而且夏老也说到啊，若要佛不离口啊，先须珠不离手。真正要达到呢，这个佛号不离口啊，要下一番功夫啊。首先这个珠啊不能离手了。诸位大德同修啊，大家现在手上有没有佛珠啊？有哈，我也有哈。因为我念佛功夫太差了，所以不这么提醒啊不行。这个承德看到我们行宫长老我们主法和尚我们这些乐众法师他们领众念佛啊，那个念佛的功夫都非常好。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才能了生死啊。像承德有在跟大众讲课啊，这个讲课呢不能了生死，是修一点点福报而已了。所以印光祖师有说啊，一句弥陀念得熟啊，成佛尚有余啊。我们一句弥陀念得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啊passport 就办好了，哇，那心就很安了。所以应祖说的一句弥陀念得熟啊，成佛尚有余啊。承德刚好三月份有去芙蓉弥陀村，看到一个老婆婆啊，应该有90岁左右了啊，我看她随时都按着佛珠啊，非常敬佩，也很羡慕他的功夫啊。我看到他就觉得看到一尊佛了。他这样继续念下去啊，那决定成就的了。
那夏老告诉我们了，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哎，那我们假如听过这一段教导啊，我们还是没有拿佛珠啊，哦，那可能是功夫已经成了啊，或者可能呢没有重视这一句了。哦，我想这些高僧大德啊，他们都是很慈悲啊，他们都是过来人，把修行的关键呢，在有机会的时候就用法语啊来护念我们啊。我们珍惜了，我们就是有福报的人了，因为他们都有大智慧啊。我们珍惜一句，可能菩提道上啊就少走一段弯路了。就像黄念老也讲过啊，他斗胆地说，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呢，只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啊要了脱生死轮回啊，他老人家说不可能啊。哦，我们当时看到这一句法语啊，尤其看到哪两个字呢？斗胆地说啊，这是大慈悲啊，啊，怕现在未来的众生呢，忽略了净土为归的重要，最后闻了佛法不能了脱生死，太可惜了。啊，可能他过去生跟其他法门呢有因缘，啊，这个不能勉强啊。但是要让他重视啊，导归极乐啊，所有善根呢，心心回向的重要。啊，因为在这个时代，靠自己的能力啊，断见思烦恼，出六道轮回啊，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这个是黄老的慈悲啊。黄老也说啊，要把念佛摆第一，不要求我们当唯一，但是要摆第一啊。当唯一啊，我们还有家庭的责任啊，还有工作啊，但是当第一啊就很重要了。不把念佛当第一啊，那代表其他的事啊，我们的心更牵挂了。那现在身体这么健康啊，就不能把念佛当第一了，把其他的事摆第一了，那就被他拉过去了。现在就被他拉过去了，临终更没有把握了，所以要摆第一啊。而且啊，我们真的要把家里要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好啊，那真的还要把念佛摆第一啊。因为要处理好事情啊，我们的心要定，我们的心要清净，我们才有智慧拿捏好分寸去处理。我们的心假如是散乱的，可能呢越帮越忙了。可是我们要有定力啊，定须习啊，定是要练习的啊，慧须闻，智慧要常常听经闻法，所以我们念佛就是习定啊，啊，把念佛摆第一，我们才能真正定力不断提升呢，啊，才能处理好事啊。假如我们因为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念佛啊，很可能呢会恶性循环啊，越来越不念佛，越来心越不定，越来事情处理完都有副作用。哦，
那可能要沉下心来啊，重视念佛了。哦，那刚刚提到夏老说的，念佛处事都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念佛的时候怎么用第一念呢？一切莫管，什么事都先放下，一切莫管，字句分明，一字一句啊，念清楚，听清楚，平平常常，老实念去，这个就是第一念了。假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在那里济公求速，念得很想，我赶快一心不乱，或者这个希冀玄妙，哇，会不会有什么感应啊，都起这些念头，或者精照普度，就装一个样子，好像要让人家看，我很有功夫，念得很好，都有这些杂念，甚至于背镜向心，还有一个念头，哎呀，我不要管外面了，我就看我的里面就好，这还是念头，连这些念头都放下，就只要一字一句啊，念清楚，平平常常，老老实实念去就好了，有其他的念头了，就落入分别了，落入第二念了。还有处事也可以用第一念哦。所以念佛用真心，做事也可以用真心啊。夏老指导了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啊，大公无私，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情来了我们就安住当下去面对它，事情还没有，事已经过了，不要再去想了，不要留置在过去的事情上，不念过去，过去心不可得了，不念未来，未来勿将也，未来还没到，不要一直在那里伤脑筋想，所以这个过去勿留置，未来勿将也，坦坦荡荡，见功恒平啊，这个就是用第一念。我们用第一念呢，我们做的事情啊，就是助修，都是积功累德。所以师长有说，念佛是心上真有佛。假如我们用真心，那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佛法是重实质哦，我们是不是用真心？所以这个第一念，夏老指导了，就是用真心啊去做事情，是助修。但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啊，若计较人我，做事的时候啊，人我是非的念头起来了，沾顾得失，我们做事的时候得失心在起伏，或基于意气，意气用事了，或迁于感情，这样就落入第二念了，落入分别执着，那就变成轮回心啊，造轮回业了。所以祖师这些话呢，对我们都有很深的指导意义啊。好，这个是细念。法是中峰国师啊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法事是我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行求生净土这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看这里面呢，有战佛，有诵经，有念咒，还有礼拜，有忏悔，有回向，修法呢很圆满，跟天清菩萨往生论里面所讲的这个是五会念佛，五会法门，就礼拜、赞叹、发愿、观想、回向，这个五念法门的意趣啊，这个法事呢跟这五念法门呢意趣完全相应。那我们看到呢有观想，这个我们在做法事的过程呢，有很多经文，我们随文入观，观想，比方说这个戒定真香焚起冲天上，弟子虔诚热在经炉放，我们随着这个经文呢，我们就是观想我们的戒定真香焚起的时候，直接达到佛菩萨所居之处，而且我们很虔诚的祈求感应，那香燃在香炉里这个香烟很快的弥漫遍满十方虚空，那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心香供养十方虚空佛菩萨一切众生。包含炉香赞，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就是让希望所有的佛菩萨圣众都能遥遥的闻到，都能感应道交所以随处结祥云，诚意方应，诸佛现全身，我们感应各处都结满的祥瑞的云彩，那我们很虔诚礼敬希望感得诸佛全身显现，加持与会众生，那我们就观想这佛菩萨现全身加持整个法会现场，包含我们的心香，我们专身供养这个心就随着这个法事的内容起观想，我们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还供养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清净海众，西藏真香我们都普同供养，我们学着诸法和尚我们的心也一起发出来，所以这个法事依天清菩萨这个往生论这个五念法门，礼拜、赞叹、发愿、观想、回向，这五念呢，都是大乘佛法修定力，以及得到佛菩萨加持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静修结要？同样也是依据
天经菩萨五念法门编的。我们举三十一拜，这是拜护法，一心观理，尽虚空，遍法界，常住三宝，十方护法菩萨，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师长有说过，我们的一念呢，是遍虚空法界的，所以我们这一念观理啊，观想理境啊，是真心的话，那感应的是十方的常住三宝啊，这个十方护法菩萨，还有天龙八部啊，所以每一个人的真心啊，所感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哦。更何况我们有几千个人在一起，所以这种让大众聚集在一起，在布置的庄严肃穆的会场，与法师们共同进行庄严的仪式仪轨，这样的法会正是佛陀教育中非常高超玄妙内涵深刻的艺术化教学活动，其中蕴含着佛陀无尽的慈悲与智慧在其中。那这个是我们就中峰三十系念法事的含义跟大家做个探讨。进一步三十系念的内容举要，三十系念呢从序文开始，先由戒定真相开启，主要内容依次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般若为导是很重要的，以及各赞颂的偈子。那接下来就是三十，不管是第一十、第二十、第三十都是从佛说阿弥陀经开始，后面接着有赞颂、发愿、念佛，有四番开示的内容穿插在其中，结尾有自心忏悔发愿。那这样的内容不难看出整个法事就是不断的在给我们开解义理，不断呢打开我们普通凡人所执着所局限的思想的境界，进而能够接受能够受持阿弥陀佛的思想境界。我们随着做法事与佛菩萨的境界相靠拢，所以这个法事的内容都是开佛之之见。整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正是在开发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具备的非凡卓越的能力，因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主场主法开场这四句话很重要。
绝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四句偈啊，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啊，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宇宙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这是迷了以后的现象。后面两句啊，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性呢？这个句子说到了绝海虚空起，绝海啊，本来没有虚空，绝海就是性海，经论里面呢常常讲到的心性，我们的真心啊就是觉海，自性本觉。马明菩萨《大乘起信论》说到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所以这个本觉就是自性，从来也不迷惑。今天呢我们讲迷失自性啊，这是随着凡夫的话来说的。其实自性啊是真性，是真实不虚。自性啊不可能迷，迷呢只是一种幻象，就像做梦一样。这个梦啊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一桩事情呢，中峰国师在系念法事里头讲得很明白，在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呢都有在开解这个部分。关键呢在迷悟，迷了那这个就会变出这个法界来了。那一般讲啊虚空是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啊再有众生。说的时候呢是有先后，好像是先有虚空再有世界再有众生，但是实际上啊升起就是唯心所现。这个现起啊太快太快了，连现在的科学家他们用科学的手段呢也有这样的研究，也有这样的说法，越说啊，跟佛法越近了。师长举这个科学啊，代表很多科学的方法呢，慢慢都证明佛法了。但现在的人很相信科学，就用科学研究出来的成果啊。来相互印证，它现得很快，科学家叫一时顿现，所以没有先后次序，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序，它的速度啊，在这个弥勒这个所问经当中啊有提到了这个念头的速度啊一弹指32亿百千念
念念成形，行皆有事。所以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有320兆个细念了。假如这个人身体很好，弹七次，一秒钟弹七次，那一秒钟里面就有2240兆次的念头了。所以这个一时顿现呢，是2240兆分之一秒啊。那怎么去发现它的先后次序呢？所以佛在《楞严经》上说到，当处出生呢，随处灭尽。所以这个当处是什么呢？就是现前，没有远近，没有远近啊，就没有空间，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没有时间。时间跟空间都是我们凡夫的情执，不是事实。事实到底是什么？就是迷悟。这个地方讲觉迷，迷是迷什么呢？佛经上讲的一念不觉就是迷。这一念不觉，就是我们起心动念了。这个一念不觉啊，这个虚空法界啊就现出来了。那佛经上所说的呢，清净即灭相啊，这是八地以上大菩萨所证得的境界。在他那个大定里面呢，是不动的，自性是不动的。六祖大师说的何其自性啊，本不动摇，这个就是觉海。觉海是不动，但是凡夫是动的，一动啊，麻烦就来了。一动，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里啊升起来了。这个就叫世界。世是指时间，界是指空间，时空就发生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续相。我们把现在虚幻的相续相啊，以为是真实的了。以前看电影，它一秒钟啊24张，那个影像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是真的了。而现在是一秒钟啊2240兆次，就更容易让我们觉得这个虚幻的相续相啊是真实的了。那现了世界了，我们又把它当真了，那在里面呢就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了。尤其啊生的执着当中啊，在30细念里面啊有提到了啊，这个是在第20啊，但念自从无始啊，我们从无始劫的轮转呢，气至今生啊，到今生呢，欧生巨海啊，这个欧是水泡啊，巨海啊是比喻我们的自性啊。结果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了啊，现的这个世界了啊，结果我们在这个虚幻的相续相里面呢，我们执着了这个相中呢，这个身体是我，
就好像呢大海之中啊起了一个小水泡了，哎，我们本来是大海啊，结果现在我们执着这个小水泡是我了，这个身见产生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比喻啊，你看我们本来是大海，你看大海无量的作用啊，结果我们现在误以为这个水泡是我了，这无量的作用啊，就像自信无量的智慧德能啊，就起不了作用了。所以佛门修行啊，首先啊要放下身见呢，啊，不能执着这个身是我。所以执着了这个虚妄相了，要产生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是娑婆夜浪流了。所以夜浪流是什么？就是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这个是三途三恶道六道轮回，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变现出来的境界。这些幻象啊跟做梦一样，可是你的梦啊是噩梦，这个噩梦啊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无始劫来啊都醒不过来，而且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啊！像无量寿经说的，五恶五痛五烧酒后转聚啊。那怎么办呢？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啊，出不来了。后面这两句啊，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师长讲啊，末法时期啊，只有净土法门这个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了，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断见思烦恼啊，太难了，佛譬喻啊，断见思烦恼呢，就好像在瞬间呢，把40里的瀑布啊截断。那这个太不容易了，这个40里的瀑布啊，应该是譬喻我们那个妄念呢，太多太多了，止不住了。那彼岸是绝岸，就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今天迷的岸是此岸。诸佛菩萨在觉是彼岸，我们要想破迷开悟，反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极乐有归舟，舟是船呢，是法船呢，归呢，是可以回，归是回头啊，极乐有归舟。这个归也是我们要回家，回老家，所以归舟呢，就是指30系念法事啊，我们依照这个法事，等于说啊，你有归舟啊，可以依靠了，你稳稳当当坐上这个法船，就能返望归真。反迷归觉了，就回到了觉海了。那印光祖师啊，有比喻到，我们是待业往生呢，我们无始劫的业很重，但是不怕。往生极乐世界可以待业往生，
那印祖啊，比喻到啊，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像一台啊大法船。那我们业重啊，就像一颗石头，石头很重啊。我们现在要过生死海啊，那铁定会沉下去的。可是我们把这个石头呢，搬上了阿弥陀佛的大法船，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就把我们的业力拖起来了。只要我们肯上法船呢，决定可以到达彼岸。所以印祖这个譬喻啊，很形象，也让我们更有信心。但是我们得要真上了这个法船呢，真幸愿持名。那中峰国师呢，在这个法事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从早到晚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成佛啊，哪有那么容易？所以这个易行道啊，是比其他法门容易。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啊，产生了一个很容易的念头，最后掉以轻心啊，当面错过啊，就不好了。海贤老和尚也是提醒啊。这个念佛要念得熟不是一天两天短时间达到的一定要这个老实念下顿功夫才可以的。所以师长讲了，这个法门是最容易的啦，八万四千法门要是跟这个法门相比那这个法门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妄念起来，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到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能够这样修行你就成功了。那老实念呢，都有一个过程，深处转熟，熟处转深。我们佛号本来比较陌生呢，老实念呢，慢慢慢慢越来越提得起来了，这个是急不来了。所以夏老说的，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不断妄想，不要求我要赶快一心这样很着急会上火的，不断妄想，不要想我要断妄想，都起这些妄念了，只要字句分明，就现前一句字句分明，不是很难，不是很复杂。那我们佛号能深处转熟了，那我们的妄念邪念呢，就能熟处转深了，慢慢呢，它就陌生了，提不起来了。所以这个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四句偈虽然只有二十个字但是意义深广无尽，
所以只有返望归真，破迷开觉啊，是真的，这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三十细念的宗旨啊，这四句偈啊，全部说出来了。好，好，那接着啊，第一时的开示当中啊，一开始啊，中峰禅师说到的，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哎，这个开示啊，其实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啊，所有的苦啊，根源是什么？我们有贪求了，一贪就有求不到的痛苦了。所以这一首偈啊，帮我们离苦了。我们从此以后啊，对人、对事、对物，都不要去贪求，我们就没有苦了。因为一起贪心，生烦恼了。贪不到又发脾气了，嗔心了，这个就是忘了自性的弥陀佛了。那忘了之后，那意念分持，就妄想分别执着相续不断了，那这些都是魔了，都是心魔了。所以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自性是清净的，我们 只要起了贪念啊，起了贪嗔痴啊，身心都不放松了。所以不是别人给我们苦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贪欲起来了，不能把责任呢、推给他人了。好，哦，那这个开示当中，师长还提到了，物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佛菩萨觉悟了，知道啊，生灭通通是不生，一切法不生，不生哪来的灭？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因为佛菩萨呢，他见自性，他没有着在这些生灭相，他见性不着相。这个举个例子，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三十细念的开示当中提到的，这佛佛唯心，拆串平盘尽从经出，就是佛法里面常常说的，以经作器呀，器器皆经。所以佛菩萨他没有看到这个不同的相，他看到这个相呢，他是看到了经子，看到了本体了。那迷的人呢，他分别执着了，在他的感官当中啊，宇宙之间所有的万事万物啊，通通都是有生有灭的。其实啊，它本来是一体，都是经，
都是精嘛，啊，它的本体是一样的，啊，就好像，啊，我们拿另外一个比喻，啊，波，啊，你看波有，细微的，啊，这个涟漪是波，啊，这个大风大浪起的这个波涛也是波，啊，像不一样，但本体都是水。所以都是一体的，所以波本来就是水，它没有离开水，不能说这个离开水又长出了一个波来了，所以它没有生出来啊。所以审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师长说，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你就能肯定，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心现事变，谁的心，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诸位要晓得，真心是共同的，妄心不同，离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真心，大乘经上常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所以它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没有两样。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善，他反应就变出无量无边的珍宝，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所以世界变成了泥沙石头，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没有两样。主要是因为迷跟悟的差别，所以它现出来的境界不一样了。所以底下开示到了，岂非迷雾之自书，何有甚凡而彼此，所以岂不是差别只在迷雾之间呢？哪有凡圣彼此的不同呢？所以凡圣呢，只不过是个名词而已，名不同，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觉悟，所以一切万物随悟而变现的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美好，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行不善，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万物变现的就不美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景象，这些道理我们要明了，然后从哪里改呢？从我们的心上改，要真修，真修不在形式，在实质。实质是什么？起心动念，你的心变善，没有一样不善，相随心转，这就是说一切唯心造，心静则佛土静。所以参加这个法会的人真修真干，心地清净了，
就能产生净化这个世界的作用。所以这个法事啊，能够护世息灾。那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用真心啊来做法事，尽我们一份力量。承德有道啊，我们这个道公长老他们在北部啊，有这个灵岩山双溪小族他们做30细念呢、这个他们打107呀、好像已经打了，好像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7个百期还是8个百期了。结果那个地方啊，本来会出一些事故后来都没有再发生事故了。所以这个法事的功德力啊还是非常大当地的政府啊对他们非常支持都能感受到啊，哎，那一个地区啊很平安吉祥。好，那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二十一开始啊有提到了，便就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以贤慈，哪堪更欲知乎者，管取轮回没了时了。这一句话承德翻得比较白话一点就是假如今天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说了，傻孩子，你怎么今天才回来？因为他老人家不愿意我们多受一天的轮回苦啊，所以便就今朝成佛去啊，阿弥陀佛乐邦化主啊已经觉得我们去得太晚了所以啊，哪堪更欲知乎者，假如我们还看到阿弥陀佛来了还有什么推脱延迟的话那管取轮回没了时那肯定我们又得轮回生死了。彭济清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那是积累了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假如没有掌握住啊，那不知道还要当要再等多久啊还有这样的因缘出现呢而且这个第二十也是提到了黄金币啊昼夜长垂啊我们念的时候就可以观想阿弥陀佛黄金币啊昼夜日夜一直啊都等着要接引有缘的众生呢要接引我们了这唯许行人独为啊这个独为呢那就是要这个修行人呢自己真正要这个委就是委托啊要身心靠倒阿弥陀佛啊然后一心呢求阿弥陀佛来接他那阿弥陀佛
一定会允许的，一定会答应来接的。哦，我们看《阿弥陀经》里面提到的，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啊，承德刚好遇到两个同修，他们病得重，中医给他们看呢，这个寿命啊，应该还没到，西医啊，也是说几个月，但是呢，他们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啊，就下决心，一心求生净土，七天。阿弥陀佛就来接了，好像有前一天呢就看到阿弥陀佛来了，所以真的是我们真想去啊，阿弥陀佛不忍心我们再多受一天病苦啊，一定会来接的，我们真相信真发愿，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白玉豪古今不昧，阿弥陀白豪光从古至今啊，都一直常照，全凭愿者承担，只要我们愿意求生净土啊，一定能蒙佛接引。那第三十的开示，清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前面两句啊，是譬喻，印度有这种清诸啊，它投到浊水去啊，它入一寸水就清一寸，入一尺啊，水就清一尺。现在真的，我们以前做过实验呢，那个这个明矾，你一丢下去啊，那个污垢就沉淀下来了，所以这两个是比喻，最重要的是后面两句的，念佛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我们持名念佛的原理啊，真信切愿，执持名号，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净念相继，净念呢，这个念要清净，不怀疑，不夹杂，这个是净念，相继是不间断，所以古大德不怀疑了，所以能够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念佛啊，这桩事情很重要。往生西方净土啊，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这次遇到了，一定要抓住。其他的都能放下。这万般将不去呀，不要去贪求那个带不走的，所以他念佛啊，决定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念佛啊就如法，所以佛号投于乱心，乱心自然就消失了，这个方法好啊，很有效，所以大家要认真去念，如理如法。师长说啊，三个月到六个月效果就很显著，到时啊你自己发现到这里面呢，就会产生法喜充满，你就会啊喜欢念了，开头难，开头怎么难，要把你的烦恼习气扶住啊，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很严重，如理如法的念呢，
自自然然就扶住了。而且无量寿经里面都有提到，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光啊，众生有缘遇施光者，垢灭善生，身意柔软，所有疾苦莫不羞耻，一切忧恼莫不解脱，称名时，我们在称阿弥陀佛万德洪名的时候，即是遇光时，阿弥陀佛放光加持我们，一切诸佛，这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一切诸佛啊也都放光加持我们，所以我们身心会越来越清安，我们会越来越想念。好，那师长还讲到了，念佛之人呢，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岭南，重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我们念佛的人呢，这个信心要恳切，而且这个正因岭南，正因岭南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三倍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我们就了解到这个正因岭南就是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而接下来讲到的重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啊，就是念生死苦啊，这个生死六道轮回很苦啊，我们不想再搞了，这个叫念生死苦啊，就是菩提心了。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必有因缘方得发起菩提心，里面就有念生死苦。我们看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登刀山也，举体无完肤，攀剑树也，方寸皆割裂。这地狱的情况很惨烈，这个阿罗汉想到以前堕地狱的景象啊，都流血汗了，可见那个很苦啊。那我们在三善道啊，师长说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啊，三途一堕五千劫呀，所以不能再搞轮回了，要咬紧牙关呢，我们此生要证无量寿啊，不能再搞轮回了。好，那我们能这个厌离娑婆啊，这个生死心切，然后来举起这一身佛号，那就如太阿健横岸当轩，如大火轮呢，星腾焰炽，就是所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啊，遇到我们这一句恳切的万德洪名啊，都没有了，都烟消云散了。好，那最后祝福啊法会能够功德圆满，这个与会大众都法喜充满，光寿无量，也祝福我们马来西亚国运昌隆，国泰民安，祝福世界安定和平，盛世大同，祝福
我们大家啊，敬此一报身啊，都同生极乐国啊，到极乐国啊，跟我们师父上人再相会啊。